图今天才问世，可是凶手居然可以按照地狱图的内容去作案，莫非真的是天罚？难道凶手是地狱幽魂，为了惩罚那些极恶之人？现在已经死了六个，接下来还会有六个受害者。吴凌云死了，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，凶手仍在按照地狱图去杀人。三天前正好是狄仁杰失踪那晚，看来这狄仁杰杀人嫌疑很大。全场通缉狄仁杰！狄仁杰，我今日定要将你捉拿归案。给我一个不抓你的理由。娑婆众生，欲念浊浊，万死万生，轮回倒霉，当作无间地狱。黄泉路，地狱花，莫非真的是天罚？难道凶手是地狱幽魂，为了惩罚那些极恶之人？现在已经死了两个，接下来还会有六个受害者。一个那么执着要按照地狱图的方式去行凶的人，想必是一位偏执的艺术家。三天前正好是狄仁杰失踪那晚，看来这狄仁杰杀人嫌疑很大。我是在超度他们。我终于要完成地狱图了。全场通缉狄仁杰。没想到聪明绝顶的狄大人竟然落到了如此田地。你个老夫里应当堕入浊头地狱。你该当何罪？